继续来看总统马英九甲伊的副手吴敦义，会使到家人去协票。马总统特别讲，台湾的俗语“厝起一半，好的师傅袂当换”，感谢选民阁予伊一遍的机会。总统马英九连任成功，甲副手吴敦义来到家人协票，并且一一甲民众来翕相。马总统感谢民众，阁再予伊一摆机会。改变已经发生，改革不能停顿。啊，起厝起一半，好的师傅袂当换。谢谢大家没有把我们换掉。马总统强调，未来四年会遇到更加多严峻的挑战，会更加小心谨慎。就像我们过去遭遇到这么多的困难，这么多的挑战一样，关关难过，怎么样？关关过。你看，大家比我还有信心。明仔是元宵节，马总统来到桂林，来个秀来下票。真土的是，昨昏对手蔡英文也在同一个所在来下票。这个场地早在半个月前我们就已经确定。所以昨天这个蔡英文这个蔡主席他在这边安排啊，我想时间是在我们之后，所以我想没有特别的考量。下晡马总统会到宜兰下票，地点又甲蔡英文昨昏同款，选伫宜兰观龙会。选前两个人针锋相对，选后也选伫同一所在下票，也让外界给了一点啊想象的空间。记者孙宏合报道。